好，请各位大德合掌，让我们共同称念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各位大德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来研究《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么一样，他是在讲这个十双，但是呢，快要解释完了，他是廖简，啊，廖简呢，上礼拜已经到这个729页。729页的最后三行，廖简原了。那上一次有说到呢，这一段呢就是呢天台宗的信恶法门、信恶说的主要依据啊，最原始的依据啊。所以我们这里呢，729页呢最后三行的文呢，我们再给他念一遍。他用了几个问答来表示这一个信恶说、信恶思想啊。第一个问，原因佛性，了因佛性，原了。既有信德善，那有没有信德的恶？啊，也就是说，在信德里面有没有具足善恶都有呢？是不是两边都有呢？答具，本来具足，就说是的，啊，有信德的善，也有信德的恶，善恶都在信德里面，本来具足。第二个问题，那惨题就是断善根的众生跟佛，那到底就是断何等善恶呢？啊，通常我们讲的是惨题就是断善根，善这边断掉了，那佛呢就是恶完全断掉了，所以才能够成佛。那这时候呢，两边都断善断恶，那请问那是断何等善恶呢？啊，回答，惨题断修善尽，但性善还在；佛断修恶尽，但性恶在。所以断的善恶都是修德这边的。惨题断善根是指修德这边的善断掉了，性德的善还在；佛呢所断的是修德这边的恶，性恶还在。那因此他就继续问第三个问题，那照你这么说，信德的善恶是断不掉的，为什么呢？何不可断？为什么信德的善恶是不可断呢？答，信之善恶，但是善恶法门，信不可改，讲它是信，就是不能变动，没有生灭的。所以上礼拜呢，给各位看那个讲义，就是好像它是只是一道门，如果你从门而出，那个就是违背了信德，那就变成是凡夫。如果是入门，那就佛呢就入了这个信德，入了这个法门啊，所以他就成佛。所以那个门是不动的，你可以出可以入，但是那个门就一直不动的。所以从这个观点去了解那个信德，是立三世无谁能毁，亦复不可断坏。他举个例子说呢，魔虽烧金，何能令善法门断尽？金代表善啊，有佛经在的地方，有佛法的地方，代表有善。但是呢，魔把佛经全部烧光了，善法门也不会断尽。因为那个用这个譬喻来说呢，就是性善不会断啊。倒过来说，假令佛烧恶谱，亦不能令恶法断尽。啊，就是类似的啊，佛跟魔这样相对嘛。那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说，就算是十方三世有很多佛已经成佛了，但是呢，还是有很多造恶业的凡夫都还在啊。所以呢，在这个举例，他就举中国的这个历史，
啊，秦始皇焚书坑儒，你看焚典坑儒，岂能令善恶断尽也？来证明性德的善恶是不会断的。这是第三个问题了。那第四个问题，阐提不断性善，你刚说了，他会断修恶，修善，阐提是断修善，但不断性善，那么可是呢，终有一天呢，阐提可以被教化，他就具有善根了，所以还能另修善起。那反过来说，佛既然不断性恶，是不是哪一天缘具足，他再继续起无明造恶业呢？就以此类推啊。你看，阐提不断性善，令修善起；那佛不断性恶，是不是可以令修恶起呢？答：阐提因为不了解、不通达性德的善，不达性善，不达故，所以呢会被善所熏习、所熏、所染，还为善所染，所以修善。修德的善可以再起来，一起来之后，善起来之后可以广治诸恶。那佛这边呢，他性恶是断不掉的，虽不断性恶，以达恶故通达。他对这个恶是通达的你对照上面那个阐提是不达性善，现在佛虽然不断性恶，但是达恶，所以。不达性善，所以呢会被善所修善所影响。但是呢，佛虽然不断性恶，但是呢他通达恶的性，恶的法性，所以于恶可以自在，就不会被恶所染、所影响，所以永远不会再有修恶。不但不会再有修恶。还能够自在广用诸恶法门，用这个恶这边来化度众生，而且终日用之，终日不染。因为不染，就不起，不会真的升起恶。所以你不能够说，那阐提不断性善，可以令修善起；那佛不断性恶，是不是也可以令修恶起呢？不可以，以此类推。你说那好，那你说呢？佛是达性善，所以他就不被达性恶。佛呢通达性恶，所以不被恶所染。那阐提可不可以也能够达性善？所以不被善所染呢？他说：“如果阐提能够通达性德的话，不管他通达性善或是性恶，那他就不叫做阐提。阐提就断善根，他完全没有智慧啊！所以他能够通达，他就不叫做断善根没有智慧的阐提呀。这样，所以大致上呢，这一段就到这里。”那这时候呢，我们呢，上礼拜的讲义再把它拿出来看一遍哦。那么这个上礼拜的第一页7月4号讲义的第一页的最后两行，这个就是呢天台宗专门阐释性德的理论性恶说。性恶说，主要就在说明说呢，天台宗的思想就是说这个恶。也是性德本具。上礼拜有解释过说，在天台宗的思想里面，性德本具一切法。所谓的一切法，就是有善有恶，通通都有，这样才叫做呢性德本具一切法啊。你不能够说性德纯净纯善而已啊，恶的就不在里面啊，那这样哪能够叫做具一切法呢？所以这个观点。就是跟华严宗的思想不一样，就在这里。只是他在说明性恶说的时候，特别强调恶也是性德本具。所以千万不要把那个孟子、荀子的那种性善、性恶，混在一起说喽。
孟子荀子的性善心强调的是人性，人性。我们现在强调的是佛性，真如本性。所以在佛教的说法，人性本善，人性本恶，那个都是习性，不是真的本性，那是无始劫来熏习带来的。人性是熏习带来的，佛法讲的本性是本来就是该是那样，而且从来不会变的，那才叫做本性。哦，所以这是跟儒家的性善性恶不一样的地方。那天台宗强调性恶，就是要强调性德里面具足一切法，并不是说性德里面纯恶，不能这样说，它不是纯恶叫做性恶说，是具足一切法，就是有善有恶。所以上礼拜讲义的第一页的最后两行最后一句话，他就说，如果你能够了达恶即法性，就像课本那边写的，佛在这个性恶这边了达了，所以能够呢妙用无染，就能够运用这个恶法门来广度众生。哦，你说什么叫做运用恶法门广度众生？像观世音菩萨可以示现呢这个浇面大士，地藏菩萨可以在地狱道里面广度众生，哦，乃至千百亿化身可以示现那一些鬼王的身份，哦，那这些就是呢啊，用恶法门来度众生的代表啊。所以这个性恶说的明确提出，就是我们刚刚开始讲，也上礼拜强调的，就是智者大师的观音玄义的这段文字啊，料简这个原了的这段文字啊。好，那么第二页的讲义，所以把它整理出来四个重点啊。第一个，性德里面本来具足一切法，善恶都是。善恶都是性德里面本来具足的，所以是因果的根本。性德本有是所有事相上因果的根本，只是在解释这边的时候呢，特别去讲那个三因佛性。因为既然是一切因果的根本，乃至成佛的根本也在这里啊，所以因此要去讲那个三因佛性，是从这个角度去说的啊。那么了因原因啊，了因呢，修德就变成般若德，究竟圆满的般若德就是呢自得菩提，然后原因种子修德就变成解脱德，解脱德修到究竟圆满就是那个涅槃的断德，然后呢非缘非了，就是讲这个正因佛性，正因佛性呢圆满成就就是法身。佛的三德，般若德、解脱德、法身德啊，叫圆满了啊，那就是从性德的三因佛性开展出来的。哦，那这个三因佛性呢，在天台中一直在讲，了呢是般若，是显发，原因呢的缘是资助啊，那这种原因呢资助了因。然后有了般若就能够显发正因佛性啊，所以原了恶因具有性德善，也有性德恶。什么意思？最后这句什么意思？如果原了恶因不能够开展变成般若德、解脱德，那就变成是什么？惑、业、苦三道的惑跟业。般若迷惑了就生烦恼，就是性德的恶的表现出来了啊。然后呢原因佛性这边呢是解脱，没有解脱就是呢造业就被绑住了。所以最后这一句呢是有性德的善，当然有性德的恶啊啊，只是这边没有把它写更多，写清楚一点啊，再补充说明，就跟你讲了啊，这个就变成是惑跟业。那法身这边呢，正因佛性变成苦，或业苦，这样子哦，
这个就是天台宗讲的三德、三因、佛性、三道彼此之间的关系，惑业苦三道嘛、哦、好，那么这个二跟三就是课本强调的修德中的善恶可断，性德中的善恶，性善性恶是不断、哦、所以修呢，修就讲四相，所以说明里面一切法不出善恶，由性中的善恶起作修中的善恶，依着性德起作变成修德。那有善有恶，当然就会有所谓的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世间法就是我们俗话讲的善恶，那出世间法就所谓的这个轮回跟解脱啊、哦，所以这些都是修修中的善恶表现出来的世间法、出世间法。所以修中善恶属于事相上的作用，因此会论到啊染净呐、啊、逆顺呐、啊，啊那染净染净就是染就是世间法，净就是出世间法，啊那逆的话呢就是违背性德，顺就是顺着性德的，啊所以阐提是染逆自己。断修善尽，佛呢是尽顺之极，断修恶尽，所以修善修恶是可断的、哦、可是性中的善恶不断、哦、所以只是善恶法门，所以刚刚说了诸佛向门而入，修善圆满，修恶断尽，阐提背门而出，修恶满足，修善断尽，所以众生有背着门而出跟入，向着门而入这种向背，但那个门永远在那边不动不改，所以性德不可改，也不会断坏。好，那么第四点就是呢，课本730页这边强调的，那佛跟阐提的差别在于通达跟不通达。其实课本主要强调的是通达不通达，可是还有一个就是呢，会不会被熏染？像阐提因为不通达，所以可以被善所熏染；佛因为通达，所以不会被恶所熏染。所以的确，课文这边呢是两个关键字：通达不通达，会不会被熏染？只是他在讲的时候，课文这边的启阳在讲的时候是把它连起来一起讲的。佛因为通达了性恶，所以不被修恶所染；阐提因为不通达性善，所以可以会被修善所染。啊，所以讲义这边也是这样写：佛不断性恶，但是能够达性恶，所以就不被恶所染，永无不会再有恶起来。但阐提不是。阐提不达性善，所以可以被善所染。他这边写的比较简单、哦、就是很清楚的，就是他不了解善的性，所以他就可以会被善所染、哦、不同在这里。好，下面呢，这就是从这样的思想里面必须要注意的几件事情啊。我把它重点写成两件了。其实我在旧的资料里面写很多件，想说算了，我们不是主要要去了解这个性恶说，所以把重点写一写就好了、哦、既然修恶达性恶是性恶说的根本理论，也就是说你从事相上的恶或者是事相上的善，事相上的善恶要能够通达善恶的性，但因为性恶说是用恶为主，所以他这边才会省略的讲，你能够在即就是在修恶的当体通达恶的性，是性恶说的根本理论。所以智者大师对于性的解释是性以具内，内性不可改。例如那一个有可燃性的木头啊、竹子啊，里面的火性我们看不到，但不能说它没有。那既然讲到这个，那请问火性只能够在木材，只能够在竹子吗？
No，有很多东西都有可燃性，只不过他们的燃点多还是少，啊，高还是低。所以火举这个例子要说明什么？火性骗一切处，也可以这么说。哦，另外一个举例说明火性骗一切处呢？例如我喜欢用打火机啊做例子，我这边点一下。啊，这只打火机如果是正常，我这边点一下，这边有火；我这边点一下，这边也有火。我到处乱点，到处都可以有火。那请问，火的性是在哪里呢？骗一切处。你说没有了，火的性是在那个瓦斯啊，可以点燃、具有可燃性的那个瓦斯。那如果是你这样说，我就锁定你的逻辑的瑕疵就在你说就在瓦斯上，那我不去动这个瓦斯，不去动瓦斯，就在有瓦斯的地方就自己燃了吗？就自己起火了吗？没有没有没有，你要去打。那既然如此，你说火的性在瓦斯上，那就不对啊。有瓦斯不竟然有火啊，所以你不能够说火性就在瓦斯上头，只是借由天然瓦斯跟打火机的这些设备的原具足之后，可以呈现火的像，说我们就说在这个出现火像的当下有火性的存在，所以有火像的地方我们才知道说哦，火性在这里，所以我左边打一个，我右边打一个，啊，左边打一个的时候，你说哦，原来火星在这里；我右边打一个，你又说哦，火星在这里。那火星到底在哪里呢？是在左边、右边、前面、后面呢？都可以啊。那既然都可以，就是骗一切处啊。以此类推，地、水、火、风、空、见、识，《楞严经》里面讲的七大，就是告诉你眼。地水火风，这个是物质的，这个四大的性骗一切处。不但如此，接下来空性、见性、啊识性，啊，通通也是骗一切处。也就是说，什么叫做大？七大的大，或者是呢，楞严用七大，一般呢密教呢讲六大：地水火风空识。啊，那个比较特别多的一个见，不论如何，最后那个事好了，心意识的事，事为什么称为大？就是哪里缘具足，哪里就可以有事的作用显现。听清楚哦，事之所以称之为六大的大，是因为它遍一切处，尽虚空，遍法界。广大没有边际，为什么要强调这句话？请问，你眼能见、眼视、耳能听，只要你是六根正常，六识什么地方缘具足，六识就能升起。不管你人在这里，或者是在室外，或者是在哪里，你的六根。作用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正常的在运作，你的能见眼能见耳能听鼻能闻眼见闻嗅尝觉知六识的作用都能够就自在的起作用了，乃至你睡觉了，我们睡觉了，我们的第六意识的见闻嗅尝觉知那个知。还在梦中起作用，所以称它为大的原因在这里。为什么要讲这个？这个就是性具思想、性恶说的那个性，要说的就是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它本来就像哪里具足可以生火，哪里就可以有火的象出来，因为它火性遍一切处。我们的四性也骗一切处，所以哪里具足可以见的缘具足，
我们就能起能见的作用，能听的作用，能闻的作用，能觉触的作用，能知法的作用。所以天台宗讲的信聚思想，那个信是指这个。所以，就算你用你的信在那边起烦恼造恶业，那也是信起的作用。只是一般我们凡夫在起烦恼造恶业的时候，根本不会去察觉。哦，这原来就是我的性德，原来这就是我的真如本性起作用。没那么厉害。如果有那么厉害，就是大修行人。起烦恼造恶业，就贪，就一直贪，嗔就很生气啊，贪嗔痴慢疑，然后起作用就造种种的恶业，杀盗淫妄。哪里还会去体会说哦，原来这就是我的真如本性起作用？哎，功夫无遐高，好不？有遐高，迄都毋是一般凡夫。现在天台宗讲的就是要讲这件事情。你能不能够？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你能不能够在一切缘起的事相当中，不管起善起恶，你能不能够当下就反观，回光返照，反过来察觉，这个就是我的性，我的真如本性，透过缘起的缘具足，呈现出来的这一些修善修恶的相跟用。所以你把这个道理用在你的念佛，用在你的布施持戒忍辱，用在你的数息，用在你的持咒，那些刚刚讲的都只是事项上面的念佛、持咒、数息、布施、持戒、忍辱，那都是事项上的行门。你有没有办法当下就回过头来去观察？原来都是缘起性空，都是空性缘起。现在把那个空性换成真如本性，就讲这个。所以你看他这边写到，这个火性是这样，心也这样。我刚刚不用心，我刚刚用事。哦，那心跟事是同一，有时候可以通用的。所以心也一样，具一切五阴性，可以成就一切色受想行识五阴。所以它叫具五阴性，缘具足就呈现五阴的相用。所以那个性虽然不可见，不能说没有。如果用智眼观察，你有智慧去观察，就能够知道原来心性具一切，心具一切性，一切唯心造。华严讲的一切唯心造，天台就讲的是心具一切，心性具一切，这样子。所以，这说明性是本具的离体，性恶虽是修恶的离体啊。这个性不可改，不可断。但是，如果你能够通达性恶，就可以不为恶所染。所以还说呢，还是你要忏悔啊，你要知道罪性本空啊，然后将心忏，都会背啊，偈颂都会背啊。可是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罪性本空，什么叫做将心忏，啊！一天到晚只是在那边后悔，我为什么要做这些坏事？我为什么造这些恶业？全部都只是后悔的心态而已，哪里是真的了解是？是罪性本空，将心忏。哦，所以这边就是告诉你，如果你能够通达性恶，就可以不为恶所染，就像课本所举例的那个佛一样。啊，那智者大师呢，着重指出达，通达的意思。这边特别强调，要去了解正确的那个通达的意思。善与实相相顺是佛道，恶与实相相悖是非道。虽然那个性善、性恶的性是同一个性，都是实相，但是呢，与实相与这个性相顺的是善，是佛道；与实相这个性相违背的是非道，是恶。为什么他要这样强调？
我们一般没有了解之前，都是违背性善的性，违背实相在造恶，所以要从造恶的现象当中了达诸恶非恶。什么叫诸恶非恶？直接看到修恶当中的性不是真的，不是真实有的，而是就是那个性德的实相。你在这个当中能够了达诸恶当下，就是实相，那就是这个《维摩诘经》讲的"行于非道，通达佛道"。反过来说，如果你已经在所谓的学佛修道了，于佛道生着、生执着，啊，不消甘露，啊，很可惜，给你喝甘露，结果呢，你没有办法消化，没办法吸收，那佛道也变成非道。可见达性恶，达字这个字啊，就是达实相，讲。恶的性，也就是那个实相。那么，唐代湛然大师，也就是说智者大师，接下来啊，这个天台宗的祖师湛然大师对性恶说曾加以阐明，他特别注意到防止性恶跟实恶的混淆，就怕你说哦，原来性恶的性也是实相，所以我再造多的再造造再多的恶啊，都是实相。所以不管如何，无所谓，我继续造恶都是实相，啊、哦！湛然大师就是怕这个，达恶为善，也必须离恶。你不能够说哦，一切恶都是性，都是性德，所以我就继续造恶吧。哎，那抱歉，因果不骗人的。在修德当中的善恶还是会有因果的，所以通常我们呢，如果不是用天台宗这样的讲法，就是说，啊，缘起性空，你不是了解空性就好啊，你还要重视真正的缘起啊，因为缘起的表现就是空性的表现。啊，你以为啊，我只要了解空性啊，谁都无所谓，一切都是空性嘛，哎。修善也是空性，修恶也是空性，但不要忘记，修德当中的善恶，绝对还是遵照着业果、善恶业果的道理在走的，不会因为你只是讲一讲说啊，都是空性，它就没有因果哎。如果你对空性的了解是，哎，就都没有因果的，那个叫做外道的。思想，波无因果，邪见里面最重的邪见，不能绝对不可以用空性变成是外道的波无因果的邪见呢。哦，所以这个就是湛然大师这边要强调的，你达恶为善，也必须要离恶。他就举例说明《华严经》的婆须弥多女啊，也就是善财童子53餐其中的一餐，一个善知识。她呢是这个特种行业的啊，我们俗话讲的是妓女，哦，特种行业的。但是呢，因为她已经证得了菩萨离欲记法门，所以来到她这边的这一些众生呢，都能够透过她跟她接触，啊，都能够得解脱。哦，所以她是用这种身份来帮助众生的。哦，所以你看，能化所化，便是因欲而得离欲，是在欲上头，因为会找他的，当然就是有贪欲的，有男女情欲的，就找他。结果呢，找了这一位善知识之后，就从此可以离贪欲。所以必须是这个，所以他特别强调要离欲啊，要离恶啊，那才是真正通达性恶的菩萨呀。所以，对于恶法修观，也就是说，性恶说，你在恶法上头修观，是由于恶可改，也就是说，恶的性是实相，但是修恶可断，不要忘记，修恶可断，性恶不可断，修恶可断，为什么？
修四相上的恶啊，修德当中的恶，是缘起的。哦，所以恶可改，意义在于不可自恶，不可存恶。自就是啊，任意啊，反正恶都是善实相的表现嘛，啊，那就放任自己造恶，不可以。所以不可自恶，也不可存恶。例如对于贪欲修观，就是以观推就，让那个贪欲能够破坏。啊，不是你存着这个性恶说啊，贪欲就是实相，所以继续贪没关系，贪越多啊，对实相了解越多，骗谁呀？骗自己而已啊，顺着自己的烦恼而已啊。所以既然经过四句推演，就是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这个哈，所以透过这个呢，透过这个干什么？所以通过这个就让你了解一切你认为事项上的有。既不是真的有，也不可以是无，也不可以非有非无，也不可以亦有亦无，所以唯一能够了解的就是全部都是虚幻不可得，所以能使贪欲泯然，但有妙观就无护贪欲。这就是性具思想性恶说的重点在这里耶。因此，为了使欲转为智，智能进道，运至涅槃。他说明说，从事来看，六弊就是六度所针对的，布施对着这个悭贪，持戒对着造恶业，所以呢，六度所对的那个叫做六弊啊。所以六弊有起来有停止的时候，习就是停止休息，但是法性无起习，事项上来说，你用六度去对治六弊。你没有用六度去对治，那六弊就起来。你用六度不是直接忍辱去对治六弊，六弊就会停止。但是呢，法性没有起，没有灭，这是事项上来看，有这两个不同。可是从理来说，事也好，理也好，应该是说呢，六弊也好，法性也好。都不生不灭，不起不停。六弊跟法性其体不二，同一个实相，终成绝代，无弊无性，亦无起息。绝代是什么？绝代就是跟相待一种相对的那种观念，相对待而有的，比如说长跟短，高跟下。美跟丑，善恶是非，真伪，这种都是相待的。那因此，六度跟六弊，看起来好像是一种相对待的，但是如果你了解了这个六弊有起息，法性无起息，然后呢，从理来看。两方面都没有起息，所以这两方面其体不二，终成绝代，不再是一种相对待的讲法，既无弊也无性，也没有起息。这个要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一直用天台讲的，你要了解中道，对着两边另有一个中道，对不对？哈，因为你不落入两边。那才叫做真中道，这是一种讲法。对着两边有一个中道，但天台宗就是怕你这样，对着两边另有一个中道，所以他就告诉你，你要真正了解中道，不落两边，就是双遮两边，然后呢，也要双照两边，双遮双照两边，所以天台宗。天台在讲中道的时候，一定都是这样讲法：双遮双照，这个才是真正的绝代。绝代哦，所以无弊无性无起息，若得此意，就能够观贪欲即是法性，而得性空和相空，性相两边都空。所以
明确显示了修观能习六弊，使之转而为智，因此有破恶跟达性的功能。所以这一段呢，有一点深哦。总之呢，就告诉你从先从性具思想、性恶说，然后用到实际上的中观的道理来，然后呢配合六度跟六弊。去讲你如何能够呢习六弊转成你的真正的中道第一谛的智慧，这时候能够破恶，也能够通达那个性德本具的功能哦。所以大致上呢，这个天台的性恶说、性具思想大概到这里。所以这个是天台中啊比较特别的地方，那跟华严中的解释呢啊，还是真的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哦。好，回到730第六行，上面是第九料简料简字原了，现在是第十料简字段。那么这个字段的话呢，你先往前看725到726，也就是说725的最后几行到726页。所谓的字段，智德跟断德，他从那个智德是从有为的功德去讲，断德呢是从那个涅槃无为的涅槃，所以有为的功德呢是在因上面去修。你看倒数第六行，有为功德者，因时智慧有照用修成之意，称有为。然后呢，断德呢是讲那个无为的涅槃啊、哦。那么这个、最后一行啊，一切解脱，断德无为，也就是一切都得解脱啊、哦。然后呢，726页这边呢，再告诉你大圣的。智德断德圆满到极处，法身显著。第二行726第二行，智德断德圆满到极处，法身显著，就是三种佛性也圆满。所以底下就用三种佛性，又在那边讲智德断德。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它就配合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前后两番问答啊，也就是呢这726的24689第九行。726页的24689第九行、哦、前一番问答智德分满，给他这一个配合前一番问答，后一番问答是从断德分满来讲这一段的内容。所以整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也可以用智断因缘这两部分来讲。大致上呢，就是他前面讲的智德断德。那现在回到730，对于这个智德断德，他还有一些需要分辨的，所以叫做料简字断。730的第六行啊，他说：“此是一法一名，不同的名字而已，不得相离。”他就举例说明，让我们有所好了解。如人被缚，运力得脱。你正在用力量的时候，那个好比就是智，你在修因嘛，前面刚讲有为功德嘛，在修因，你就用力量要挣脱那个系缚，然后呢终于挣脱了，释然系外，叫做断，就是结果了、哦、用力挣脱是因，终于解开了，那个叫做果，叫做断、哦、所以这个譬喻里面用力属心，所以叫做智慧庄严。释然系外属身、啊、配合心跟身去讲，那一个是智慧庄严，身的话是福德庄严。所以智德断德你也可以这样说啊，一个智慧庄严，一个福德庄严。所以实际上他说这一法一名不能相离，可是呢，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呢，啊，精精言说不得一时，啊，也就是没有办法一次同时讲啊，
它还是有前后的不同啊。所以刚刚说了，观世音菩萨那一段是属于智，后面普门品是属于断，这样子。所以护举智断到这里啊，这是这一个第十料简智断的解释到这里。那其实应该另起一行，也是为什么下面这行要另起呢？因为它是总结这一个十双的料简的总结哈。若深得此十意义者，解一千众。你真的了解了，那各方面你都了解了啊。只要一个了解，那通通都了解了。广是观世音普门，义则不可尽也。啊，那当然就不是只有这十双了，啊，你真的了解了，那各方面你都可以善加运用了。这样，以上是通事如前。哎，为什么最后一句是通事呢？请你看回716页，因为接下来是别事嘛。716页的第七行，啊，视此为二，初通次别。所以这个通事。原来就是用这十双，通事。那别事呢，就开始去解释观世音普门，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就是通事别事。所以接下来730页啊，中间这第二段这边啊，次别事为二，那先解释观世音，再解释普门。啊，对不起，请看到今天的参考讲义。啊，既然先讲这个呢，我们就先把这个参考讲义的科判先解释，因为我发现前面那个自在广用诸恶法门啊，没有解释，没关系，我们先解释这个科判。啊，所以你看别释就分两段，前面解释观世音，后面解释普门。那普门的话呢，就是解释普门是738页那边去了。那解释观世音这边呢，再分开成，这个思义尽智跟不思义尽智，为什么呢？你看它上面说的，以尽智因缘故名观世音。用尽跟智这两个字来解释观世音，啊，为什么呢？因为观世音，世音就是净，观是智，用观智观察，所观察的对象是什么？世间的音声。所以为什么说叫做净智因缘名观世音？可是这种净智因缘，他就说了，分成两个，一个是可思可议的净智，一个是不可思不可议的净智。啊，那可思可议的净智的话呢，再分成里外跟里内。什么叫做里内里外呢？啊，里外就是呢真理之外，错误的；里内的话就真理之内。虽然是可思可议的，还不到那不思议的、不可思不可议的，啊，但是呢，还是有。对或错，然后同样都是用这四段四门，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但是如果你错误了、理解了，那就是里外。这电脑不好控制哈，用 PDF 就不好控制啊，用 Word 又太小了，而且还有这些，这些。什么东西啊？哦，所以还是用这个啊，不会有那些有的没有的哈。好，那么总之呢，730页的最后几行这边没有划分得很清楚，课本上没有划分，我把它弄成这样的一种组织表，看起来就比较清楚一点。哦，那你们手上有直接印出来讲义，根本不必看电脑，看得更清楚，用电脑看反而还不太清楚。哦，所以那个里外就是不正确的，里内是正确的，但是不管里内里外，它都分四段。
哦，那里外的四段啊，在课本里面呢，在731这边就是说明为什么不正确。哦，很多文字，哦，然后呢，里内的话呢，它就一句话带过去啊，也是分成四门，但是你在这里面呢，可以豁然得悟。所以为什么叫理内？你就悟到那个真理了。所以先把这样的科判呢，先了解之后，待会我们再来看课本，就比较会搞得清楚。那现在呢，再补充说明刚刚那个忘记讲的那一段：自在广用诸恶法门啊，这个就是观音玄义跟观音玄义记了。这个就是在730页的第四行那个，啊、哦，佛啊，佛因为达性恶，所以于恶自在，不为恶所染，永无修恶，而且还能够自在广用诸恶法门。这句话，什么叫做自在广用诸恶法门？刚刚墨学的解释就是说呢，佛菩萨像这些大菩萨，他不是只有在三善道里面度众生，他也可以到三恶道去度众生。甚至有时候在三善道，像人道，他也可以用一些比较奇怪、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正常的手段在度众生。啊，通常会比较喜欢举的例子就是什么济公啊之类的。我是很怀疑济公真有其人吗？再者呢，济公真能够代表菩萨的行法吗？哦，但是呢，你看那个佛门里面真正的那个。这个普贤跟文殊的寒山拾得，哦，像这两位寒山拾得，哎，这平常看起来也不太完全遵守丛林清规，啊，都游走在那一种丛林清规的那种边界上，所以这寺庙当中道场当中的常住也赶他不走。赶不走啊，因为他也没有真的是违背规定，但是呢，又不像正常的我们看到那出家法师们都这样中规中矩的，啊，那要不是呢，是被这个另外一个大德呢说，那你们去找文殊普贤，你去哪里去找文殊普贤啊？你去那个什么门那个什么寺里面啊？结果呢？就说呢，这个弥陀饶舌，原来叫他们来找文殊普贤的那个是弥陀，他们一听哦，弥陀饶舌哦，那个人是弥陀，赶快再回去找那个弥陀，那也走人了。哦，举这个例子哇，那个典故突然想起来，所以那些地名啊、人名啊都不太能够很明确的点出来，只是举这个例子要说明什么呢？就是他。不是用一般想象中呢这样中规中矩啊，台上的法师讲经，乃至呢和尚啊老和尚，然后呢用很庄严的这种态度在度众生，不是。那这个就是说明他可以自在的运用这一些恶法门，哦。那这边讲义这边观音玄义啊，今明阐提不断信德之善。所以，欲缘它的修善可以发起来，因为那个信德还在，然后信德在缘具足，它就发，然后佛也不断信恶，那它恶也可以发，但是它怎么发呢？你看机缘所机，众生的机缘，然后慈力所熏，他自己所发的大慈悲愿力。哦，所以佛的修恶呢，是因为有自他这两方面的因缘，所以他可以示现入阿鼻地狱，或者是呢示现同一切恶事来教化众生。啊，那已有信恶，故名不断。信恶这边的信不断，可是佛这边无复修恶，叫做不常，所以这样合起来。不断不长。如果不是这样，修得信德通通断尽的话，那就是断，不得为不断不长了，就不能够叫做不断不长了。
哦，所以性恶这边叫做不断，从此不再有修恶啊，恶是不长的，性是不断的。简单的说就这样，性是不断的，恶是不长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能够叫做不断不长。禅题也是这样啊，性善不断，还生善根。哦，所以恶修恶可以断，修恶不长，性善不断，所以禅题也是不断不长啊。那如来性恶不断，还能起恶？哦，禅题性善不断，还能起善？当然，如来这边性恶不断，还能起恶啊。但是如来所起的恶不一样，因为他达性恶，所以虽起于恶，而是解心无染，通达恶际，即是实际。把那个际呢，刮胡写个性，一样的意思。那个际就是边际，边际是什么意思？你把那个恶推到最究竟，找到它的根源。所以恶的根源，那就是真实实相的根源。所以他在恶里面，如来在恶里面，心无染，而且能够通达实相，恶的性实相，所以因此能够以忤逆相而得解脱。所以他本来就没有被绑住，哪来的解脱？所以才会说不缚不脱，啊，行于非道，通达佛道。禅题就不一样了，禅题是染而不达，完全跟佛如来是不一样的。哦，那么所以玄义记补充说明，禅题既然可以再修善再起来，那他就可以一直修行修行成佛。禅题为什么可以成佛？因为他性善不断。缘具足，修善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诸佛现恶，为什么可以现恶？因为性恶不断。啊，所以若非不断性善性恶，则以上这些阐提成佛跟诸佛现恶，其义不成，就说不通了。就好像我们一开始就举例，火，木中有火性，所以哪里缘具足，哪里就可以出现火的相。火相就是修德这边，火性就是他讲的性德这边。哦，所以这个如来这边现恶能够达恶，达就是通达，岂能染恶？他就不会被恶所染。所以，恶即实际是同一个东西，复相脱相，不复不脱，非道佛道，这两个都是相对的，这三组两个都是相对的，因为了达故，无有挂碍。如来这边是这样子，对这两边相待的这两边无有挂碍，那禅题不是，永远都是互相冲突矛盾的，啊。他特别举阐提，其实就是呢，你不要把它讲，那我不是阐提呀，那我们是凡夫啊，只是没有阐提那么严重而已啊。为什么你要这样说？因为呢，我们凡夫就是在这种冲突的两边都一直在内心在那边打架，自己在互相冲突，所以我们不得解脱。常常都是拿绳子自己绑，把自己绑得死死的。哦，这就是我们跟禅提比起来，我们只是没那么严重而已。那怎么样才能够得解脱？达了达。那了达什么？了达恶法的性就是实相，善法的性也是实相。但是，如同刚刚上礼拜留下来那个讲义，湛然大师讲的啊，你了达了这个性恶，不是叫你存恶治恶，是要你断恶。
是恶是可以断的。哦，所以通常呢，我一讲到哦，是真如本性本来有的，那就通通不用修了，本来成佛了，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还引经据典，《圆觉经》这样说的哦，还要修行吗？本来成佛了，那完了，那你继续到三恶道去，去到阿鼻地狱去，也是本来成佛啊，你要去吗？啊，不要说到阿鼻地狱，不用那么绝对那么苦了哈，就在现象人世间，你说都是实相，让你得很重的、很痛苦的癌症，你还愿不愿意说都是实相？公家好好听，哦，那是因为你还有福报，所以呢，这边讲，只要都是空就好了。结果呢，真正面临的真这自己的恶报现前的时候，你就空不了喽。哦，你说那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刚刚湛然大师讲的，你了解性恶说不可治恶，不可存恶。啊，你在善恶当中要去了解那个性德。但是呢，正因为了解性德，所以你在善恶里面才可以得解脱。得解脱之后，你就很努力的都在修善这边努力，因为恶本来就不是真实有的，因为恶的性还是真如本性，还是实相。哦，好，以上这边呢，啊，交代过去之后，再来看课本。730页，中间这一段我们念一念哈。刚刚的科判已经讲过了，这时候再来看这一段就会比较明白啊。别视为恶，先解释观世音，再解释普门。刚刚说了，解释普门是在后面738页。好，先解释观世音，以何因缘名观世音？这是经文。哦，那现在呢，就告诉你啊，通事如前啊，就刚刚看过了啊，那。别的话呢，现在别是要告诉你怎么样解释观世音，尽智因缘名观世音。为什么？观就是观智，世音就是观智所对的尽世间的音声，所以这样观世音就是尽智因缘。哦，那尽智有两个，一个是可思可议的尽智，一个是不可思不可议的尽智。那不思议的尽智哪里才解释呢？732页，732页啊的第六行开始解释不思议尽智，所以先解释思议的尽智。好，再回来730。好，那么思议尽智又分二。啊，你对照讲义的科判就很清楚了哈，一个里外，一个里内。那里外的尽智再分成四句：天然尽智、相待尽智、因缘尽智、绝代尽智。那这个是里外的哦，不要忘记，这是里外的四句哦。那因此底下的注解就告诉你，他们自以为对，但是呢，我们了解之后知道它是错的。啊，但是呢，现在他是这样解释：天然尽智者，尽就是尽，其性常耳；智就是智，性亦常耳。非佛、非天、非人所作，所以叫做天然。什么意思？就是诸法自生，不是因缘生。它就可以是这样，啊。所以通常呢，这里面要小心的，有人误解了佛法，佛经里面一句"法尔自然，法尔如是"，他把那个"法尔如是"、"法尔自然"就观念当中就解释成这边讲的天然。哦，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一个白鹤是白的？啊，从无始来，它就是白的啊，有什么好推？有什么好去推究的呢？乌鸦本来就黑的啊，有什么好推究的呢？所以这样叫做呢，尽智是尽，其性常耳；智就是智，性亦常耳。也不是佛做的，也不是天做的，也不是人做的。所以尽跟智呢，都是自己就有的。简单的说，就这样。
本来就有的，自己就有的自身句。啊，所以你对照讲义，你看这个那个科判，那个表格里面，天然净智是讲自身各有自性，故云天然。可是错误在哪里？必须两者互有能所，也就是说，净跟智啊，智跟净，一个是能，一个是所。能观的智，所观的净，是相对而建立的。就好像眼睛是能看，所看到的东西是所看。用这个譬喻让你了解，能观的智是对应于所观的净，这样叫做智跟净相对。怎么可能是净就是净，智就是智，是自身的呢？不可能啊！所以错误在这边啊。那么再来相待净智，你说那好，那总是相待的吧？啊，刚你说了是互相对待而有的，好啊，你看哦，啊，这个课本倒数第四行写的，净不自净，待智故净；智不自智，待净故智，故名相待。即诸法他生聚，这样总对了吧？所以你看讲义，两者相待而生，叫做他生。净是由自生的，智是由净生的。哦，那错在哪里？错在讲义这边写的，错在真的有分能所的差别。哦，那这样请问，到底是净生智？还是自身净，请你告诉我，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类似像这样，哪边是能生，哪边是所生？因为你从课本这样相待，这样看起来好像对耶，啊，净跟自是相待而有的，但是呢，错误在于像讲义写的，这里面有能生有所生。那详细的后面会在分析哦，这边只是先这样说哈，让你有所了解。好啊，那是不是那就是说啊，不可以单独的哪一个能生，哪一个是所生？那可不可以一起生？啊，因缘尽智，你看用因缘总是对的吧？哦，所以你看倒数第三行，非但由尽故尽，亦非但由智故尽，以尽因智缘故而有其尽。非但由智故智，亦非但由净故智，以智因净缘故而有其智。所以这样叫做因缘具净智，即诸法共生具。你参考讲义，不管谁当因谁当缘，总是一个因一个缘，两者共生净，或者是两者共生智。这个就是这一段我们刚刚念的，那快要打结了，你从讲义的这一个你就可以知道，一个因一个缘，看你哪一个当因哪一个当缘。那你了解这个时候，你再来看课本这边啊，尽因自缘生尽，尽因，因是尽，自是缘，生出来是净。反过来说，因是智，净是缘，生出来就是智。它的逻辑是这样哦，你要生净，要用净做因，智做缘；你要生智，要智做因，净做缘。所以要两者共生哦。这个是因缘尽智。你说有人这么无聊想这些哦？那我请问你啊，我们怎么被生出来的？那父母啊，以前没有学佛以前，当然就是父母把我们生出来了。那学了佛以后，说呢，父母为缘。
我们自己的业力为因，哦，所以是自因他缘而生智。你的了解是不是这样？你说对啊，是这样啊。你看你点头了，对了，所以会生出我，是因为我过去的因为主因，其他都叫做助缘，就生出我，生出智，自己的智。那不就落入其中的一句吗？所以你的了解因缘所生，不就这样吗？你说这样有什么错？错。这在哪里？后面会告诉你。啊，这在哪里？哦，好了，那么这个是相对而有的。那最后一个绝代尽智啊，最后一行绝代尽智啊，非由尽故尽，非由智故尽。也不是有尽才有生尽，也不是有智才生尽，也不是尽智因缘和合才生尽，这样叫做绝代。哦，以此类推，非由智故智，非由尽故智，非由智尽因缘和合故智，这样叫做绝代智。你说那是什么？通通不需要啊，无因而有啊。哎，哦，所以不需要因，不需要缘。如果讲尽来说，尽是因，智是缘，不需要尽，不需要智，也不需要尽因智缘和合，就有尽，所以就是无因，无因而生尽。不需要智为因，不需要尽为缘。就可以生出智，所以这样叫做呢，无因而生智。这他们的观念里面的绝代就是不需要，不需要因，不需要缘，可以无因而生。这个就是所谓的四句。所以讲义里面那个表就非由尽智因缘和合而有尽智，无因无缘而有生。这是他们的定义。所以为什么叫做理外？这不是佛法里面讲的，那可是常常我们在这里面就会有错误的认知，会有这种情况，哦，所以现在要次第破之。那么这个，请看第二行，731的第二行。若尽智是尽，开始破第一格，天然尽智这个哈，哦，啊，若尽智是尽，不因为智所造。若智智是智者，不应得造于尽，分开的啊。也就是说，智跟尽不需要相对而建立啊，尽就是尽，造智就是智啊。哦，不应该呢，这个有能造有所造。哦，可是你现在要告诉我的是，一个是能造的智，一个是所造的尽。尽为智所造，所以这时候尽不可以自尽，智能造尽，智也不可以自己就是智啊。那么云何妄计为天然也？所以第一个天然尽智就破掉了。什么意思？能跟所是相对的，所以你看那个讲义的那个表里面。不是写的吗？两者必有能所，是互相能所的关系建立的啊。能造的是智，所造的是尽，是这样。哦，所以不可以是天然。第二个啊，731的第三行最后两句话：若待智故尽者。尽从自生，一定要有智才能够生尽，所以这个时候呢，尽是从自所生的。那这时候从自所生的，那就还是智啊。所以尽因明智，怎么能够叫做尽呢？举例说明说，人就生出人，不可能人生出木头、石头。所以，从智所生的还是智，
从境所生的还是境。那么境若从自生，无自时亦因无境。又若境从自生，那自又从哪里生呢？殆尽故自，也如是破。云何为相待？这要是你数学的那个逻辑哈很强，这段话一看就懂。那如果你是右脑发达，左脑不发达，看这段就开始迷糊了。这很简单的逻辑啦，哦，就是咱台语讲，龙生龙，凤生凤。所以你从智所生的还叫做智，从境所生的还叫做境。结果你现在说不，境从智生，智从境生，不可能。然后下一个逻辑说，那如果说境从智生，那智又从何而生？往前推嘛。哦，你强调境一定要从智生，那你智是怎么来的？你又告诉我说，哎，那智又从境生，那你不是互相这边循环吗？说不通啊。哦，所以这种相待而有的错，哦，哎，唯一比较难的就是第三个啊，第五行731第五行最后一句话，境因自缘故生境。这个，哦，所以你看参考讲义，哦，我简单的把它写成呢，境因自缘有境，自因境缘有自。注意看哦，要生出境来是境为因，自为缘；要生出自来是自为因，境为缘。两个都可以。那现在课本呢是采用一个，哦，采用一个的话呢，你直接先看讲义，问。境是因，请问境中的因中本来就有境还是无境？所以要借着自缘才能够生出境啊，哦！如果所问的当中，如果境中有境，那就不需要自的缘，那自然就生出境了。那如果境中无境，借自亦不生境呢？对不对？本来没有那个东西啊，你那个，我们常佛经里面讲，你煮沙能成饭吗？你要煮米才能成饭呢。沙煮了半天，只叫做热沙，不可能成饭。所以他这边类似这样问这个：如果境中无境，就算有智的缘，你也生不出境。那如果境中已有境，本来就有了，你还需要智的缘吗？再者，境中无境，你为什么称它为境呢？你总要有一些条件才跟它一样才能叫做境吧，哦，所以这个就是呢，境中有境无境啊，境因自缘。反过来说，智中有境无境，智这个缘当中有没有境还是无境，需要借境因来生智呢？如果智中已有境，则不需境；若智中无境，借境亦不生境。而且智中无境，没有所对的境，你能够称之为能对的智吗？这一段就在讲这个，你来读读课本，就在讲这个。哦，所以这个逻辑呢，你想通了就很容易，想不通啊，你在那边呢就像在参禅一样，就蒙在鼓里了啊。来，你看哦，第六行啊，第五行最后一句，境因自缘故境者，境中有境故借自缘而生境呢，还是境中无境而见自缘而生境呢？啊，那自中有境而借境因而生境呢，还是呢而生智呢，还是智中无境而借境因而生智呢？
若境中有境，则不须借智方有；若智中有境，则不须借境方有。它写在一起呢，不如我把它分开写的清楚了哈。那么色又色各有，而人相借，哦，都有，智中有境，境中也有智，还需要相借，那则一时因有二境，对不对？境中有境，又生境；智中有智，又生智。那不就是一时有二境，一时有二智吗？哦，那如果境中无境，则虽借智，亦不应有；若智中无境，则虽借境，亦不应有。如同一沙无油，何多沙也不出油；一盲不见，虽和很多个盲人，也大家都不见。所以静音自缘如此，自音静缘也是这样来破。这个如果你读过中观哦，中论、中观论书啊，你读过中论的话，你那边想通了，这一段其实很容易你就了解了。如果你是第一次碰到这样子的这种写法，这样子的一种逻辑，你第一次你一定不太能够马上看懂、听懂，只能够举例说明了。啊、哦，刚刚讲的，他说呢，一沙无油啊、哦，我们用的还是那个米煮成饭，这个《楞严经》里面讲的，米可以煮成饭，原因在哪里？米中有饭的性。但是呢，米不可以自己就变成饭。虽然米中有饭的性，要借水、借温度的缘啊，这样下去煮，它才能够变成饭。所以才会说呢，有因有缘，才有果。可是呢，接下来我就问说，那请问，所谓的米中有饭性是饭性呢，不是米中就有饭呢？如果米中就有饭，何必还需要外面的水跟火？那米中如无饭，没有饭的性，再怎么煮也煮不出饭来，就是这样的逻辑。举例说明就这么简单。所以必须是米中有饭的性，不是米中有饭。他现在这边要推翻的、要反驳的，就是你已经呢，把那个米中有饭，那个饭呢，不是用性去讲，已经有那个饭的相在里头了。那米中有饭，何必还要再去煮呢？不用煮啦，你直接从米里面拿出饭出来就好了。可这样一来，那个叫做米吗？米中一已经有饭，那个叫做米吗？那个叫做饭的啊，不能叫做米了。所以境中有境，啊，那还需要自缘吗？不需要。那境中无境，境中无境，你再怎么样，就好像那个沙里面没有饭性，你再怎么煮沙也不能成饭呢。这样的譬喻，你如果通了，再看这一段，大概你就能够了解了。所以他所谓的因缘和合而有，啊，不管是净因自缘而生净，或者是自因净缘而生智，他那个净跟智都独有自性，有自体。问题都出在这边，就好比米中有饭性，他不是这样讲，他是米中有饭。那饭就有实体了，那米也是实体，那饭也是实体，那怎么可能米中就有饭呢？那你不能够说米中没有饭的性呢？所以你说你讲这个要干嘛？讲这么复杂要干什么？请问因缘和合而有果报，你的理解是什么？
因跟果之间是因中就有那个果，只是要借缘来才有那个果，还是因中无果可以生出果来？如果你的理解，因也有实体，缘也有实体，果也有实体，因中有果，因中无果，通通错。问题都在这里，所以中论中观要破的就是诸法无自性，空性就叫做无自性，无自性换成比较白话就是没有自己实体，诸法没有实体，我们所认定有的那种东西的体，所以无自性，无实体。因缘和合的果报也是如此，那乃至为了要去说明三世因果啊，前世造业，今生会受果报，里面要有一个阿赖耶识，要有一个神识，就是怕我们搞不懂这样的关系。为什么因缘之后一定有果报，而且这个还可以三世的果报，就用一个阿赖耶识，用一个神识做一种桥接的工作。结果我们现在就把它当成是阿赖耶识实有，造业也是他在造业，受果报也是他在造，做果报，受果报，又是另外一种有实体、有自性的东西，又不合乎缘起性空的道理。你说，那你是否定唯识法门吗？不是，唯是告诉你的是三性、三无性。只是一般人就把阿赖耶识的这种缘，赖耶缘起，就用灵魂说去解释了。灵魂说就是把灵魂当有实体，赖耶缘起不是把阿赖耶当成像凡夫实有的那种执着，在解释三世因果，差很远的。但往往呢，很多初学佛教的人呢，就把那个阿赖耶识当成就是灵魂，神识就是灵魂，灵魂跟神识划等号，神识跟阿赖耶识划等号，那就完了，通通错。错在哪里？根本的错误就是有自性，有实体，无自性空性，包括真如。啊，真常唯心的真如，也是合乎无自性。啊，好，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哈，这个有点复杂啊。好，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通胜极乐国。